你顶上啊，好吧。这两个妹子先给他们，有点丑啊，这两个兄弟们，看一下。这批不好看，下一批兄弟们换一批，换一批。上良心，这两个算了，这两个算了，脸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脸太大了。他这个经纪人堵在这里，我都不好进去，兄弟们，啊，不好进去。我是不是在换衣服啊？他堵在门口。没有，不是，没有。你看一下，你去看一下。没有啊，他们在那个穿这个袖套。袖套是吧？我看一下。他没穿。哎，你的手套嘞？你的手套。要穿袖套，要穿袖套。对，要穿袖套。嗯。要喝水吗？要喝水吗？这那有水啊。看美女，后面一屋子的美女，后面一屋子七八九十个美女，好多好多的，露出这个表情干什么？太吵了，我操！是啊，我说了吗？我说了太吵了吧？那这就完吧。走了，那就走了。他这个不打碟了，就打了一下，我操！就不蹦迪了，没有迪蹦了，就是现在已经就是纯唱歌了。对啊，上良心不？上良心，现在就很吵啊，他唱的还不好听，他唱的好听就算了，是不是？问题是唱的还不好听。黑都上，你在这玩吧，在玩。好，黑都上，我跟你讲，兄弟，你让他上还不如。让他去买个车，我跟你讲，你让他买一台布加迪的可能性都比让他打野的可能性要大，明白吗，兄弟？让他上可能吗，兄弟？第一天认识他，他打野那简直就是过年了呀，兄弟，生日快乐啊，简直！他们在换衣服，他们在换衣服，里面在换衣服，兄弟们，先不要上啊，先不要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要放水吗？你跟他们沟通一下，跟那个经纪人沟通一下嘛，就说我们这里是就是，需要站那种车模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完了拍一张照片是吧？一个模特给他个200块钱，或者50块钱是吧？商量一下是吧？让他去到 SVGO PE 那里50块钱是吧？对不对？这不美滋滋？哎，可以的啊，兄弟们，这个算了。看一下，然后他走出去了，经纪人走出去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有两波人，刚才一波那个高个的都在这里休息了，是吧？这是另外一波。刚才那一波质量高很多。来，我去送水，我来。我帮你拿着。我你那你帮我拿着吧啊。没事啊，你呢？没有，他们。哦，他不能喝冰的呀，你不能喝冰的就算了啊，走吧。跟他们聊天啊，别出来啊。聊什么？随便聊啊，别走啊。我害羞啊，那个太多人了，我害羞啊，我操！太害羞了，我脸都红了，我看到他。这粉红色衣服的也可以的啊。没有这种做活动的，我不敢，你知道吗？我怕人家经纪人赶我，你懂不懂？我顶上。你顶上，你怎么顶上？那赶我的话，你肯定不敢说话，我跟你讲。你拦个屁，你拦，拦个锤子，你拦。哎呀、哦，这个可以啊，兄弟们，这个。啊，问他拿水了没？水拿了吗？
不屌我，不屌我，咋了？哎哎哎，没心啊！你过去打入他们内部，后面有七八个妹子，我操！对，帮我打个掩护。打个掩护。来来，你拿着直播间上去，你拿着直播间上去啊！我跟你讲一下啊，梅心啊，进去之后左边会有四个妹子，从左边开始数，第二个妹子帮我要个微信，明白吗？第三个也可以，就要那两个吧，好吧，一个微信一本魔法书，好吧，来，就说你帮朋友要的啊，啊，来，这我的手机，来去吧。要这个吗？这个不带的话，可以成功率高一点，是吧？那你去吧。左边第二个跟第三个，你过来，我再确认一下，我不确定是第二还是第三个，只能要一个，只能要那一个，换衣服，第三个。等一下，他们在换衣服就算了，明白吗？他们在换衣服就算了，换衣服呢？等一下，美心太憨了，我操！别赶了，他进去了，他不让进，看到没？那经纪人赶了，看到没？凉了。啊，广末也被赶了，你看看。对，因为我们那些兰博基尼都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需要就是说，我们明天也有。可以，明白。你们要那个的话，你直接加微信卡好吧？因为他们在这晃。是这样的，就等下他们有空闲时间，半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可以吗？没有是吧？那。你加个联系方式，你们私下聊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私下聊嘛，这个事情。那我扫你了，对不对？私下聊什么都好说啊，啊。可以的。好。对，过来，我跟你讲一下，就是要钱。对啊，是啊。你说要，我跟你讲，你这在明面上说给钱的话，人家也不太好意思，知道吗？因为那旁边的活动搞活动人就在旁边，你就说给人家钱的话，把人家妹子都给薅走了，不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你。你私下在微信上面聊一下，明白吧？微信上面聊，走吧。哎呦我操！这是要干嘛？这是？黑嗓是吧？这个兄弟们，这是黑嗓吗？唱的，这玩意儿很多人欣赏不来啊。觉得牛逼的非常的牛逼，欣赏不来的觉得非常欣赏不来，我就是属于那种欣赏不来的。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还有没有小姐姐什么之类的。我操，谢谢我们的蓝灯乐队，谢谢。这个主持人怎么样？主持人都破音了。主持人在哪里啊？哎呀，哎，兄弟们，女主持一般不会走，兄弟们，走。帅哥美女们，这里是2020首届汽车潮玩大会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 DJ 元哥 and MC 咪咪。那女主持在哪里啊？去哪了？走，找一下那个女主持。那女主持，我操！女主持不会丑的，我这么跟你说啊。能绕到后面去吗？能，来，走，看一下。这长得怎么？这女的长得怎么那么像九九啊？我操！啊？哪里啊？看那个台子没有？是啊，是在那吗？是那个白色裤子那个女的吗？
是吗？好像是拿那个麦啊。是是吧？看一下，好像也不高兴。是吧？应该是。好高啊！是啊。蹦迪了，还没开始呢，兄弟。现在哦，现在是蹦迪了是吧？要开始蹦迪了是吧？你看这人开始聚过来了。哎，这个妹子可以滴啊，兄弟。大大大呀！我操。他叫咪咪。叫什么？刚才没听到吗？那 MC 咪咪。咪咪。哎，这可以啊，兄弟们。大大大呀！我操，要蹦起来了。应该不会把我给整毙了吧？我操。靠近一点。明天我们还来吗？明天啊？啊、嗯，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你问一下金哥明天还来吗？你明天还来了，来还来的话，我们提前先沟通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上去啊，什么或者说是吧，可以把车停进去里面漂移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就提前沟通一下。今天莫名其妙，本来我们在解放西准备了，对，我被叫过来了，我说他说就在这播吧，就在这播吧，我一脸懵逼。两个。对。来蹦迪了。哎，好看啊，兄弟们。谁有充电宝啊？要当场去世了！